有泰坦在可以团一下吧。上单侠都来的吗？残手打短手。就在今天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怪塔。W 中了，打个黑魂了。一插一下死了，可以极限，没想到吧？我的棋子刚好。德班军旗，这个钱直接常见加绿药，用完还能卖，性价比很高。全军出击。我找些更强的敌人。怎么现在这种盖伦全玩这种断线的呀？不过他这把对线不好打，他断线也没毛病。短手打长手不好对线，这样我把长剑刷也快了10秒。刷得太快了，我可能打完石头还要等他来一会儿红呢。我以为他在玩送死流炼金呢。看来可能去了，他两级扛着3级打的，没去啊。那左边一点，免得被盖伦看到。盖伦这会走到了塔，一手惩戒，把药吃了。今天 W 他要交闪，等他走了，看他有没有侥幸心理啊？先别急，这时候再过去。这螳螂挺稳的，会玩啊。这有些人会有侥幸心理，看你没追，他就走到旁边，他就回城了。那这样的话，我就能逮到他。螳螂有个E，还是不好弄他的。战斗之心。阿丽丝，你什么意思啊？等他把 E 给走位上，他直接跳脸，他直接 EQ 穿两个盾来。我靠，还有两个在右边啊，吓我一跳。所以这蚂蚱竟然能动啊。虽然在我野区他来了慢了点，但是我对他这东西要求不高。即便在我野区他晚来了，他只要到了，我就觉得他是这个正常人。没有期待，就都是惊喜。不是你什么意思呀？找叶波比吧，他一个中单来我三浪丢眼是几个意思？这盖伦还要来包我，妈的掩护他来刷也真恶心呀、啊！
他迅捷现在刚打完一伙的 F6 还在，他估计落到石油人去了。我们打完 F6 他肯定就来了。这团荒子也确实不好打螳螂的，但是我们这会优势就没关系了。这石油轮应该是没了，但是可以看一下了。嗯，这不就有了？他刚才还没走，还在我野区里面蹲呢，甚至还敢偷我蓝，狗仗人势，比亚迪。主要是盖伦刚才也去帮他了，熬夜波比也去帮他了，双保镖，来来来来。这骂着一起来呀。他把 E 给了。直接 EQ 留下盖伦。那骂。哎你人呢哥们儿。那我不是很亏这波。他这波包过来感觉可以杀两个呀。这。大招来一个有没有，他螳螂 E 好了。他把 E 跳空了，巨龙撞击来一个，来弄他，装什么东西？大招点蓝圈退着，你回来吧，你还想逃？别打邻居吃线吧，选一些吃的走了，开个眼。虽然来讲出完小刀还是要补这个蟹，但是这个钱够刚好够出大件，大件的话就不要卡装备了。直接裸个狂妄，打完野下半区刷完了，他要回上半区，直接往上去弄他。战斗之心，至死方休。这边放个眼，然后去 F6 先刷，待会能等到他。刚好等一下他，我们大爷好了，可以秒他。让他一跳过来，不跳，不跳，那你就别跳了你。这螳螂还挺稳的，第一时间开扫，而且还不用 E。但是姜还是老的辣啊，这时候再补提阿玛特亵渎。估计金密还是起的好，该点金密的时候点金密啊，该点起的的时候点起的啊。
天作战吧。没发现我只有走窗角附近才会点启迪吗？然后金密的话是其实都点，你非要这么说的话都点，主要是我们这个 W 自带有减速完有加速知道吗？其实我带那个金密系也会点启迪的，我带主宰的话附近也是点启迪的，你要打的强势就一定要点这个，一个免费的鞋子还多给你十点移速。这样他拉扯不了你，看这个范围你只要触发到你的减速虽然很低只有15，但碍不住我们有加速啊，再来15的加速那就有30了，30就不得了了。战斗之心至死方休，等一下螳螂算时间差不多该来了，不来是吧，不来拜拜，不等你了，保护忠良。现在在一圈来站个痛快，哎呦狗东西，我都拉扯了一下打两套了，好恶心啊，赖皮狗，我还是先手打后手，多了他一个大剑，超模真的纯纯的超模，他就是能硬顶着住你一套爆发知道吗，然后他一套的话他就一定能秒你，除非你优势特别大，你不仅压他装备同时你还要压他等级，你这样的话才能跟他公平较量，你做一个近战。你要说你远程还能拉扯一下，但你近战打他同时他就是能打你。我这波跟他细节已经拉满了，闪现拉开躲了他一段伤害的同时然后又拖了第二个 Q。盖伦这版本纯数字，盖伦这英雄是真的近两三年以来他最强势的版本了，他现在常年 T1 强度直接拉满，他只要 QP 到你沉默一下你 E 就一定会吃满，然后再大招加点蓝，简单无脑，伤害又高。打不打？不打，我走了。和我并肩作战吧。这眼是有点多的。小兰走了，他要来的，给他盾破一下。在下待的有点久了，我感觉这螳螂要偷资源去了，没去偷进来。
盖伦大爷什么价格？盖伦大爷肯定是非常玩的呀。来，赶紧来个老马，点播一把，我给你们展示一下。乱杀，主播老盖伦了。我先锋呢？他踢下来给我剪掉了吗？给我找些更强的敌人。他好像打石头人去了，刷个 F6 升个两级二，等一下他。他人跑哪去了？他就在打石头人算了。他清线去了，这不，我去弄他。他没孤立，这不再 A 一下，阿谢都死了。这螳螂玩得很装，他知道他这英雄比较好打我，但是他忽略了等级跟装备啊。他多少有点不太尊重人了。这不出更好。让出奸邪。不是很想给他闪现，直接一颗位移一下，追着粘就行了。再来一巴掌，再来个巨龙撞击。兄弟姐妹们，和我并肩作战吧！然后带一下，我到了，被大众了，接一下，好接，这 Q 穿回去拉，等先躲 A E A。刚好聚在一起了，搞不了，没血。我这眼睛都放了十分钟没机会擦呀，我每次太团队了，回家我都要买个针眼。哎呀，真的是旧习难改，这是个好习惯也是个坏习惯，对团队来讲是个好习惯，对个人来讲是个坏习惯，可以为团队点亮视野，但是经常会卡自己经济。
他有机会杀我，别硬追着不？看他往哪走，好像往右边走，那他死了，他们在。螳螂他想捡漏啊，他第一时间不上的。为了父王，谁秒他？他这个血量开盾没有用。别急，等女枪露头，等他追。还有一个中路在，框倒是把他框死，这个剑圣伤害。哎，我多买了一个十字镐吗？我十字镐买来干嘛？现在能合什么呢？再合个。我想要我最后剑得出什么？最后剑肯定得出竞技时机啊！对面这个阵容，这有点卡装备了。这样，对面会玩的就是他们的 AP 水银鞋出一个，再来个把短这个残剑嘛，得针对对面会玩的点来出啊。对面主要是这个中辅比较烦。我们先把螳螂杀了吧，我现在去也来不太及了。战斗之心，至死方休。别让他开出 W 就还好。直接给他顺命，主要是为了躲他的台子不？我今天也去回点狼来。对吧，没有误会啊，对吧，没有迷桃啊，队友没说话而已。
感谢搬砖小能手一号送的破局征服啊！感谢搬砖小能手。卖不了鞋子，只能出这个了。游戏对面还堆库甲。有个这个经济时机在，我们面板穿甲就可以到达150，这要是 Q 一下的话，能穿个差不多200。这样的话，前排后排都能秒。这波手速已经很快了，虽然这波死了倒是很帅，你们发现帅的点在哪？我猜这波99%人弹幕估计都没发现。这波 Q 的一瞬间用了一个惩戒把他盾破了，知道吧？所以刚刚 Q 的伤害是打到他的，打他半血，所以刚才这个大要是再盖到他的话就可以做到给他瞬秒了，只是我们跟他血量太少了。你看这弹幕没有一个人猜中的，只能说这波这弹幕很没有慧根啊。全是控制，还可以，杀了三个了。哎，这游戏。钱有点浪费，打这种局，要是能花个2000金币或者3000金币解锁一下7号背包该多好呢！格子不够用了呀，这种局的话太依赖一个点，拖到大后期还是很难赢的。你看你的队友都没有用。你没有装备跟等级的优势，一打起还是有点难，越拖到后面你的优势就越少。这样
觉得可以换装备了。这个点圆弧没那么好用，因为不能一直杀着对面，对面还很针对我们。这时候得买一件装备提高我们容错率，来个焚天，增加伤害，同时又回血，还减冷却。你看我这美博团，我杀一个拖一个，或者杀两个三个都赢不了。这队友多打少打不过的，所以这种局的话你就不能死，感觉想稳赢的话得杀三个才可以，最少得杀三个，杀两个我觉得都赢不了。这波没分天就死了，锁血了一下，这就是为什么要买分天的原因。首先他这 A 一刀暴击非常痛啊，而且他有回血，并且血量低的时候回特别多啊，赶紧一波了。我觉得我已经在闪红灯了，这会儿再拖赢不了了。这就是为什么要出焚天的原因。对，猿狐杀不了就得卖了，他得击杀对手才有收益，那装备。哇，这把暴 C 只有我们一个阵战技，这伤害应该会很夸张。队友没有个阵战技的。哇，玩的有点累，感觉这个局玩的我。感觉打了一把跟打了三把一样。还好有两个老板提供了正反馈，不然感觉得提前下班了。这四个队友伤害加起来跟我一样。